感受温暖的情怀，感受温暖的情怀，见证公益的力量。2020暖心行动，圆你一个梦想。这里是四川成都，这里是西藏自治区，我现在是在四川甘孜，这里是湖南省的十八洞村，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让他们能够走出心中的阴霾，能够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温暖。我就忍不住的想冲上去抱住他。汉马火灾是我第一次残量灭火战斗，这场火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一场火灾。起火原因经调查，它属于雷击火，当时的火情火势发展比较快，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将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进去之后，我是负责攻坚不打火头，那个烟太大了，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烟，但是那时候就一定得把火打灭，打灭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更安全的环境。我是负责背给养，背那个树荫装备的，万一摔着了掉进水里了，然后这个吃的可能就没法吃，住的东西可能也就打湿了。第一批投入战斗的指战员一直到最后撤出是经历了将近10天的时间，那我们也是连续作战10天时间。让我们有请2019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获奖集体代表登台。
我们承受着双五十的考验。所谓的双五十呢，就是北纬53度的高纬度地区和-58度的这个极寒天气。我们这里一年的冬季会长达9个月，5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也是我们森林火灾防治的紧要期。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打火的时候，为了能更快地到达火场，我们就必须从河里直接趟过去。夏天那个河水它都是雪水化开的，脱了鞋直接在河里走，河里的石头会非常的扎脚，也会非常滑，然后脚特别的冻。我的背上还背着5-60斤重的脊梁，就咬着牙一口气能往前多走几米就多走几米，感觉这个过河实在是太痛苦了。离开家之后觉得参加工作非常辛苦，然后能体会到爸爸妈妈当初参加工作那种不容易。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想着有人帮助你，就是有人帮你，有人关心你，有人问候你那种。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自己心里那个难受就一拥而上。你好，我看一下这个火锅料有几种。我们有那种微辣的和麻辣的，还有清油的，有牛油的，看你喜欢。我们2年多没有见到了，其实我很想他。我妈妈是一名医生，为一些孤寡老人量量血压、测测血糖什么，然后帮他们看看病什么的。当年我给你看一下你的血压，看你的血糖现在弄个样子哈。你这个血压也高，血糖又高，你要吃药哈，不能断药。感觉妈妈当医生其实也挺辛苦的。爸爸是在红旗连锁超市当那个店长。很挂念，很担心，特别是他出那个火场的时候，因为他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也还是才离开父母没得好久。天儿，你在做啥子？你忙啊？刚才外面干活是，天气冷得很吗？冷。冷是，那你要穿厚点哦。穿得厚。哎呀。他的工作的话，也不是很了解，只是觉得比较单一那种生活，比较辛苦一点可能，他不想让我了解太多那种。我从来不会跟他分享那个火场上面的情况，因为每次上火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3天、5天或者1个星期，之前联系不上那么久，一下火场之后再给他说这些问题，
就是怕他担心焦虑。就有时候还是会很羡慕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吃饭，然后人家情侣就是两个人在吃，我就会拍下来，我说你看人家多好，然后再拍一个我的碗，一个人在这坐着。但是他回来之后，他都会把每件事情都记住，然后每一件一件一件的陪我去做这些事情。他现在是在考研和那个考教师资格证，等我回去就准备结婚。哎，我也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在我身边，有时候我自己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他的，翻翻他的照片。爸爸妈妈是在我4岁的时候离的婚，之后我手里再也没有一张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合影了。我一直挺期待就是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互动一下，梦想就是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和他们一起在家过完这个春节。我们七天中队共扑打了大大小小的火灾呢400次，我们承受着-58度的这个极寒天气，我们2年都没有见到了。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吃饭，人家情侣就是两个人在吃，还是会很羡慕那种感觉。我一直挺期待跟爸爸妈妈一起互动一下，梦想就是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我主要比较开心的是，我是要去到他工作的地方，我想看一看他平时生活的地方都是怎样的。他现在很少跟我们说他工作上的事情，或者看看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迫不及待的，很想见到孩子。我们在9号门这儿，我们就在9号门这里集合等您吧。好好，一会儿见，拜拜。您好，咱们一会儿是7点钟的飞机，大概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会到达海劳尔站，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从海劳尔坐一夜的火车，在明天上午8点半到9点这样的，然后我们才到达莫尔道改镇，然后再赶赴到队里。指导员，哎，您好，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咱们这个中队呢，在2019年被评为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哈，然后也了解到咱们这里条件很艰苦，气候也很寒冷，我们希望能帮助这些辛苦坚守在岗位上的指战员们完成他们的梦想嘛，或者说是小心愿，想跟您商量一下，看看在怎么不影响咱们工作的情况下。把这种惊喜见面穿插在咱们的工作当中。嗯，好，那个我就把我们中队这2天的安排跟您说一下，然后咱们商量一下，看看能怎么样的进行配合协调啊，比较好。行，那太好了。同志，1、2、3、4、5，起，加油，团，开始。
慢点。你们到冬天就是都会出来像这样子训练吗？对，环境的变化，这个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开展，主要是让大家练一下抗寒训练。每一次几乎都去不一样的地方。哦，我想就通过指战员他们了解一下他平时工作的情况啊，环境，就想多了解他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啊，顺我手指方向，首先判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判定。离火场的距离，咱们前方是一片林子比较密的地方，咱们行进的过程中，第一个要注意这个站杆倒木，第二个要咱们注意这个行进路线的方向，然后咱们容易出现这个迷山的情况。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感觉我的脚趾都动不了了。没事，你这个脚趾头在那个脚里边来回，就像我这手掌子来回这么搓的。我动不了。你来回使劲搓，使劲搓。好冰，我的脚已经不是我的脚了，太冻了。我和他的妈妈一起过去，尽量让他生日过得高兴吧。好的。亲子跟他做的香肠，因为过年的时候他不能回家，就感觉有妈妈陪伴一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们好久过来了？爸，今天早上来给你带上。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来，能到啊？嗯，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吹蜡烛。我说你们今天都不跟我打电话，就是偷偷跑过来找我了。给你一个惊喜，知道不？长大后第一次跟我的亲生父亲母亲在一起吃饭，坐下来聊天，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其实我还是对他还是很愧疚的，因为我陪他时间都比较少，反正希望你能够体谅老汉儿。在这之前，我对娃儿都很严格的要求他，以后我过多的要去了解他，用心多跟他交流交流。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片吧。嗯，好啊。今天过来。好的。一会儿发个朋友圈。1、2、3。下面我们召开帮务会，首先进行第一项，宣布一下休假名单。汤敏到。根据中队安排，你在春节期间休假，可以和你女朋友一起回家。是。天野到。根据中队安排，你只能在年后进行休假，2月11日开始休。到。睡觉你啊，在车上别忘了吃东西啊，你别睡着了不吃东西，保养身体。我希望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好，用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过了年过后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弄点好吃的给你弥补一下。啊，对了对了对了，就这样子了啊。啊，其实我还是想他平时通过自己的锻炼嘛，对消防设施设备的那个精益求精，也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拜拜。真的下去了。拜拜。拉了一路走嘛，那就。拜拜。真的走了。拜拜拜拜。一定要注意安全，愿望就是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就是希望自己能在2020年的时候瘦下去。最近可能那个伙食太好了，吃的有点胖。2020年希望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对于我们整个中队的指战员来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安全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平平安安地上火场，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的营区。希望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健健康康的，不要担心我。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
今年是我当兵的第九个年头，然后呢，我也会带着你们的梦想，然后就是继续的往下走。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爸爸妈妈，我已经连续4年到5年没有在家陪你们过过春节，那么今年呢，我一定努力争取在春节前回家陪你们二老过上一个完整的春节。想对我的爱人说呢，这个你是一个平凡的，但又却是一个伟大的消防员的妻子。我爸他很少有时间陪我，我的儿子和我在一起1个小时说不上3句话，对那些村民的态度都非常的好。地上最高的是什么？因为家掉是夹在地上来的。然后在家喜怒无常的，我很多时候都想和他近距离的聊聊谈一谈，但是他目前来说还是很抵触。